好，在这边刚刚类似的那种题目，我再做多两题。我二到六，我把那个五抽出来，OK，然后我就可以拿到它是五，然后 integrate 二到六，然后 fx dx 二到六 fx dx 等于十，所以它会变成五乘四，20。然后这一个呢，它会变成二到六五 dx 减二到六。fx dx，然后它会变成 5x 二到六减四，OK，然后它这个就会变成五乘六减五乘二，OK，整个东西再减四，五六三十减十再减四，20减四16，OK。所以这一个是二到六，它这个是六到二，所以我把它 negative 抽出来，它就倒反，二到六 fx dx，所以它会变成 negative 四。然后这一个它是二到三，三到四，OK，所以我的这个就会变成二到四 fx dx，然后再四到六 fx dx，然后我的二到四、四到六合起来的话呢，它就变成二到六 fx dx。其实我中间这行不写也不用紧，OK，我直接知道二到三、三到四、四到六，哦，三个合起来是直接二到六，我们也是接受的，老师也是会接受的。然后这一题呢，我们先把它这样放吧，所以它会变成 integration 二到六 fx 和二 dx 加 integration 二到六四 dx，然后它就一百二抽出来，integration 二到六 fx dx 加四 x，然后二到六，然后它就会变成二分之一乘以四加四乘六减四乘二，所以它会变成二加十二减八，十四减八六，OK，下面的这一题这一些。它这一题也有一点点特别，所以它这一个呢，它就会变成二到四 gx dx，然后我把这个四到七变成减四到七，七到四变成减四到七，减减变成加，所以加四到七，然后 gx dx，所以它就变成 integration 二到七 gx dx，OK，我的二到四，四到七啊，完了，所以没有我直接二到四的是六，然后四到七的是八，OK，所以我拿到的是14，OK，然后可是其实这一个东西呢，我们知道这个14其实也是我的二到七 GX。dx 来的，所以我在这边，我其实这两个结合起来，我拿到的是 integration 二到七 gx dx 会是等于那个14，所以在这一边呢，它会变成 integrate 二到七 gx dx 加二 integration x dx，然后它就会变成二到七，然后它这个就会变成14加二。x square 和二，然后二到七，然后十四加七 square 减二 square，然后它会变成十四加49减四，然后它会变成59，然后这一个我就把三抽出来，我再减，它变成二到四 gx dx，然后再加二抽出来，四到七。gx dx，然后二到四的是六，然后四到七的是八，所以它会变成减18加16，然后拿到答案是减二。OK，下面这一题其实 SPM 曾经有出过这样的题型，所以我的 integration 二到四 gx 加 dx，记得它是一 pair 的，有 integration 的符号一定要有 dx。integration 二到四 kx dx 等于十，
OK， 我的2到4的话它是 6， 所以6加 integration kx2 per 2， 2到4加 10， 所以我就有 k4 square per 2减 k2 square per 2等于 OK， 这个是等于 10 减 6 4 OK， 然后我的这一个呢，我把我的2乘过去它会变成8，然后 4k， 然后 16k， 然后 12k 等于 8， 所以我的 k 等于8 per 12， 然后就等于2 per 3， OK， 4 per 2等于 2， 4 per 2等于2， 啊，4 per 2等于2是哪里啊？不会四个二等于二，我就一的部分，一的部分这一边，哦，这边四个二等于二，所以这个其实是二来，然后这边是二，然后这边是二二，然后哎，六二是二，二二四，所以它会变成答案是十。OK， 好，谢谢。